四年嘅時候，我已經睇過佢做嘅。冇錯，我未入行。陳家洛，佢嗰陣時，我個院長舒淇老師 send 咗條片咧。我未入行啊嗰陣，我未入行做緊學生，因為都係演藝噶嘛，你都係係啊係咯。哇！你已經有呢個 DNA 嘅喎。因為咧，以前嘅戲咧，應該同性戀成日都係笑啊，即係醜化噶嘛。係啦。咁又即係只係剪影同埋會聲音經過改造咁樣。近年開始認真拍嘅時候咧，我做好多。咁我暫時相信我係全香港做最多嘅。係啦，我唔知係咪因為你嚟咗拼多之後咧，即係令到你翻唔到轉頭啊，有少少。你明唔明？唔使啊，唔使翻。不嬲都係咁。你最近嘅新組合嘅 MV 又玩 BL 喎。冇心。你想點咧？你冇心嘅，冇心嘅。真係冇心。係啊係。冇心插柳就插咗另一個侄仔，又同你玩 BL 喎。插佢上嚟先。我哋叫埋佢上嚟啦 ，Ernest。Ernest。Hello， 大家好。佢哋。Hello。Hello，Angel。Hello， 我哋兩個一齊咧，一定會有一個登場嘅打招呼先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Angel， 我係 Neil， 我哋係 Angel。係啊，因為偶像組合係要咁嘅，一定有咧夾曬啲升曬啲咁嘅手勢咁樣咧。嗱，嗰陣時阿 Ernest 應該就冇嚟過2016我哋嘅拼多啦。佢同阿星做 Ambassador 嘅時候咧，上嚟咧俾我哋老屈咧係嘴咗嘢。哦，係啊。哦。係啊。個感覺係點？後尾都打開咗咯，打開咗嗰道門，個膽量係咪？係個膽，係咯，係啦，唔知打開咗咩咧？個勇氣咯，係係咯，你想再嚟啊？我唔係咁知啫，因為見你玩得咁嚇興起啊嘛。我反而想咧，借今日咧，我想做個市場調查嘅。好啊，隨便。即係我想問咧，如果大家係中意喺呢度在座嘅，中意 Ernest 呢種類型嘅，可唔可以俾啲聲嚟聽下？中意。我呢種類型嘅可唔可以俾啲聲嚟聽？即係如果最好唔好係我哋呢種類型嘅，可唔可以俾啲聲嚟聽下？其實冇分別嘅，有數據啦。啲問題有啲亂喎。O K O K， 嗱，你呢一隻 type 咧，我都有市場嘅。因為我都不知道你是成日要扮日本仔啊，定係你真係本身係日本仔啊？你仲要填埋詞嗰度好叻嘛？填日本詞喎。日本語，日本語，喋れないです。哦 ，OK OK OK， 啲唔鹹唔淡嘅都扮埋喎，真係你真係勁喎，好有市場策略喎，係咪先？係啊，因為日本嗰邊咧，其實我以前喺嗰邊生活咧，佢未被打開咁多，我覺得，所以咧而家我喺香港，我喺香港做咗先，跟住再將呢樣嘢帶翻日本，反攻翻日本。冇錯，係想試下。頭先你嗰啲口音係特登定係本身係咁嘅？真嘅，真係日文嚟嘅，真係日文嚟嘅。我哋下一個 location。就係泰國咯，係啊，加半加半，再攻埋想追埋泰文。咁你應該要係人妖 show 嘅咯喎，如果去到日本 ，BL 咪而家有 BL 嘅，好多 BL 嘅都有好多嘅。係啦，同埋泰國而家好有機會可以成為另一個亞洲嘅地區，係可以通過同志婚姻喎。係時候你真要去泰國發展㗎啦，沙瓦迪卡咁樣。需要大家記得投票啦。冇錯冇錯 ，OK， 我哋目標亞洲嘛，所以泰國都係其中一個。Right，OK， 泰中華啦，阿頭先阿慈姐話齋係嘛，我哋嘅遠景就係咁樣啦。OK， 我哋無論佢哋咩嚇性身份都好啦，唔理啦，總之係不斷都搭我哋台版嘅。OK， 有遊樂秀，仲有 Ernest，Angel 交個舞台俾佢哋。Thank you，Thank you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早晨，又收皮啦。早晨，因為我覺得今日係開 party 嘅，所以頭先飲咗啲酒啦，少少啦 ，OK 嘅，少少 wing 咯。好，咁我哋唱咩先啊，隊長？我哋唱我哋嘅出道作《超級勁爆叱咤風雲》金曲。親你嚇親我唱歌嚟當真，未曾找到五音美貌已經呼弄萬人，出活動去首映都唔覺我有中分。我識做戲識集技，仲識扮小專心，扮小丑拍 YouTube 都唔敢唱歌加分，即刻出道我最喜愛心。嚟今我哋冇嘢撈，我哋就冇嘢 hold， 我哋冇攞獎，我哋就冇嘢做，我哋偷聽到有歌就有 show 有獎就咁好，好過做金多寶。寶你知唔知道世上有乜嘢比你玩更好？寶你知唔知道攞獎約埋我阿嫂？喂，幫我影張相。冇準備咁想。
秘室好音響。今晚我唔唱。攞咗個獎，你睇我個樣，我明星上個袋夠曬響，係啦，揾我 DJ 俾曬我哋啦噃，有公開揾我。A W A L D 呢首歌我只知 ，A W A L D 冇音就冇人知 ，A W A L D 要講翻兩個 key，A W A L D。你老婆是我粉丝啊哇哦啊哇哦，唱到年尾出道啊哇哦啊哇哦，唱到扮有深度啊哇哦啊哇哦，唱到入你嗰度啊哇哦啊哇哦，唱到就快超度。Thank you。Angle 咧，除咗即係呢首歌係講粉絲啦，同埋 hater 啦，同偶像嘅愛啦。坐在班房中，托着半个下巴，陪我尽讲无数梦话，话过一起将来我也不怕，但你出走我的笑疯了口，单偷照片拍得太丑，是我不想共你可白头。大事没有发生，怎么抑郁至今？大事没有发生，小伤感尽我一生，可过抽过，好好上一课，留下我麻木过，磨合过，和我可回忆好似最初。找借口偷取半天假补缺口，极照了你换你的逗留。大事没有发生，怎么抑郁至今？大事没有发生，小伤感尽我一生，可过炒过，你缺席了吗？留底
心，寂寞没有原因。Thank you， 好痛啊！真啊，其實咧，我哋點解會喺 Pink Dot 咧？係因為 N 九咧，其實都係粉紅色噶。我呢呢個 moment 咧，我想大家，我嗌 Pink Dot， 大家嗌 N 九好冇？好，我聽到好啦。好，好，好，好 Pink Dot。N 九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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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收皮啊！所以接下來這首歌呢是你不可以經常亂喊的，因為其他人不知道就真的以為有人鬧的，知不知道？是的，還有我們出道為了我們要拿獎，我們要有客戶嘛，你這樣呢客戶呢就會走的了，是的，那就不會找我們的了，是的，是的，這些就好了，這些可以。所以呢我們粉紅色的 N9 今天來到這裡，想送回我們個主線的一首歌就是一首粉紅色的歌，也是一首日文歌給大家，希望大家聽過和懂唱的就一起唱吧，雖然是日文，二撲三日。今夜は残業しようね。どうだ、今夜雨降っているね。傘を持っている、雨も怖くない。ホテルに行かない。社長はどういう意味、社長はどういう意味、わからない。君は床に寝る、私布団に寝る、できないよ。付き合っちゃうダメだ、付き合っちゃうダメだ、これはダメだ。俺は妻がいるけどいい人ね。社長は嘘つきだ。俺は妻がいるけどかっこいいね。社長は真剣ですか。なぜこの部屋にパンツはありますか。飲めばよく眠れるよ。なぜこの部屋にビールはありますか。新しいパンツ気持ちいいよ。社長はどういう意味、社長はどういう意味、わからない。君は床に寝る、私布団ですか。完璧ないよ。付き合っちゃうダメだ、付き合っちゃうダメだ、これはダメだ。え、天気予報によってこの週末はずっと雨よね。君疲れたでしょ。早く服を脱いでお風呂に入って寝よう。君は床に寝る、私布団に寝る、大丈夫ですか。付き合っちゃうダメだ、付き合っちゃうダメだ、これはダメだ。俺は妻がいるけどいい人ね。社長は嘘つき
気が俺は妻がいるけどあなたも愛してるよ山頂真剣ですか會 hold 到今晚12點的我就是神長等人過來的多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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